Oh.
我们说即或说啦，哦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咳咳。可是我们偏偏又活在这种依妄起用的哦境界里头，所以每当去偏空，阿嘛每当去执有，哦，只有偏空堕在恶法，非是佛法的真义。那么世间人哦迷心他求，哦但求福真。而不求究竟福慧圆满，只在世间凡情世俗里打转，而殊不知此事福不能救，何事也？人生大事嘛，哪一大事？不是结婚是人生大事啊，你看世间话说结婚这件事情，还有时候我们请说没办法，男生看到女生昏了头啊想要结婚啊，啊女生昏了头想要结婚啊，啊，两个到顶这会昏了头就叫结婚啊。啊，当然啦，不是从这个事项上去讲二分法好或不好，对或错啊，而是在条件的具足上去琢磨啊。哦，凡是哦条件具足哦，它好；条件不具足不好嘛。那么哦，这也是叫着我们不要去执着外在的形象嘛。如果我们用着一种自视的思维，也就是说我们现在人讲的意识形态去运作我们人生，在佛家就叫做执着分别。那么用着执着分别运作人生肯定是苦厄嘛，所以运用在任何一法上通通是什么坏法。那么佛法可以拯救无量无边的苍生，也可以毁坏掉我们的人生啊！啊，很多人不了解哦，也种佛法哦，只要有接受，就等于好。事实上，不竟然是这样，而是会不会的问题嘛。禅宗常讲会嘛，对不对？哦，而是我们有没有具足条件？所谓的学习的正确态度，跟学习的信心在哪里？那么一个性字里面具足了自他、理事、因果这六个层面。那么如果没有信心，决定是不能成就的。可是信心之前还有一个正确的态度，比如说我们学习成长的方向究竟把它定位在哪里，是依一己之力而去学习成长，还是依苍生之力而去成长？事实上到最后有没有苍生之力跟一己之力的差别也没有，这只是一种方便的什么分别说而已，方便说啦，没有文字，没有事项，我们很难去回溯回来反文字性嘛。那么众生又迷执在执法里面，又常常依着着这些人事物上面而再起分别见，所以没完没了。所以学得买单工作简单，啊买单工就难。哎呀，难在难在咱家己的这些分别梦想执着，无去下毒啊。啊，简单是啥？简单只要下毒也免二，本来就是佛啦。所以众生本来是佛嘛，一阶当成佛嘛。
所以一佛念佛最后还是一种方便嘛，哦，方便的指引引导啊。那么分别一非一的世界里啊，也叫我们哦随顺着众生的分别而去了别它，而我们做用分别不做分别想，就是说随顺众生的分别我们也随顺啊，哦，可是自心并没有分别。那么如果你执着一个不要分别，还是那个执着嘛，所以两边不利，中道不存，哦，不好懂。嘿，你现在两边两边不利，那么加起来出也二，又落在一方，又落在一法，那还是一种执见。所以要去了解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哦，众生容易在偏执里面取空，哦，所以堕无际空，它还是一种昏灭的生命状态。连什么偏空的阿罗汉都被释迦牟尼佛呵斥叫做骄牙败种，哦，更何况我们凡夫执着在有的世界里头，那么是不是叫我们啊就依赖一个空好了？其实空也是一种什么文字的阐述嘛，那说没法度啊，只好用空这句来说啊，哦，因为起心即妄，动念即怪嘛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嘛，道可道非常道，名可名非常名，其实是最后果不理中开用这个文字，哦，啊，去做一个啥结，哦，啊，是希望我们看到文字能够起观照，文字般若起观照，契入所谓的实相般若嘛。那如果契入实相般若，我们本具之德性也形容不出来，也讲不出来了嘛。可是佛法无人讲，虽知莫能解，哦，如果没有讲他还是不能理解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49年讲经说法，啊，也最好跟他说啥，他没说半句啊，哦，这是意义来讲啊，哦，没说到半句啊，或者是没有说啊，可是执着在文字下来说，啊，明明的公信才高单够记录的才叫大藏经，对不对？一切的经教哦，在图书馆里面、佛学院里面，通通具足啊，怎么会没有？这叫着我们什么学佛？哦，他3000年前早就预估到末法时期众生有这一个知见啊，所以他教着我们什么？要学法，在这个时代，一定要去依事，对不对？叫做依法不依人。第一个哦，不是谁说的算，依法讲的算。那么这一个法其实不好懂。我们把它只是认知在经教上的言辞，但是如果我们只是琢磨在经教上的言辞，我们没有离心意识，我们去看还是依我们自己这个人的知见去参学，它还是在依人啊，而不是依那一本书啊。所以佛法难稳的前提之下是名师难求啊，因为不逢出世名师，枉服大圣法要，没有人来跟我们做引导，而不仅是在浮面上的所谓的解释而已，因为解释只是一种知识常识的演绎诠释，它不太容易切入真理。要真理必须要透过什么解后面那个行，深度的行才有办法再切入深度的解，深度的解才有帮助我们办到深度的行，哦，两个互为因带，那么两个得功，哦，互相帮助的意思，哦，互相都是互相的基础，所以有解无行增长邪见，有行无解增长无明，我们容易落在这种生命里面。要不然菩提波若之智，世人本来有之嘛，哦，只缘心迷不能自悟，虚假大善之事世道艰辛，我们本来美好的样子何须往外再一个追逐，可是偏偏我们迷失已久，知见立知为无明本，无明不觉生三系，进见为缘长六出，这些恶心恶行恶见全部蔓延，那么我们还以为这个相缘心是所谓我们的真心，其实也错了。何况缘在外面这六层境界里的这个能缘之心，哦，是我们的真心，其实错了。其实我们的真心，哦，不会被这些给干扰啊，所以真心本无动摇嘛，本质清净啊，一本不生灭，本质具足，且能生万法。那在心现思变的世界里面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也不特只是佛陀他讲，真的，一切宗教的先知先觉，通通是这么认知啊，只是说用词也许不一样而已啊。
咱含世间法得安尼啊，讲相由心生，对不对？啊，相大的相就是人生的境界啊，小的相就是我们的身体啊、体质、容貌啊，由心生啊，尚且都会这样讲啊，更何况真理的层面啊。那么唯心所现、唯事所变的世界里头，最重要的还是回归我们的至诚之心嘛。那么那个诚心即是真心嘛。那么诚心自己哦，是一种虚灵的状态嘛。那么如果我们心有丝毫的染杂，我们心即不诚啊，不诚就没办法再通透所谓的宇宙人生的真理哦的这一个理路。那么我们还是什么人生事不如意常八九。那么现在有如意之事一二的人已经是算很了不起的人了，咳咳，多数是事如意连一二都没有，现在时代是越来越惨，所以一天开始行一些动餐分享啊，说现在玉皇上帝比较轻松啊，十殿阎罗王比较累啊，为什么？因为工作越来越多了啊，十殿阎王啊，所以当那天跟玉帝通了一下，对不对？哎呀、啊，稍微聊天泡茶了一下，好久没请他喝茶了。对啊，他说：“哎呀，现在闹得清闲，真是不错啊！人生哦，大乐无过于此，无过于什么事？悠闲自在啊，没事情做，那是人生最最乐的一件事情啊！哎呀、啊，啊，咱今嘛世间人都要得病啊，讲人啊，甲你闲话，甲你问讲，啊，你最近无闲，做无闲呢？我无闲喝哦，无闲喝，大家都说无闲喝，心王约莽啊！”对不对？你就说我现在心细啊，你说我很高贺的啊，你说我高贺。所以我们常常活在一种昏昧愚痴的世界里面而不自知啊，啊，也在这个世界里面辗转的无所出奇而喜苦为乐、哦、把痛苦的人事物当作快乐的、啊、那么也慢慢的习惯久了变成一种什么习气，这种习气又让我们什么慢慢的去什么丧失啊，其实也没有不见啊，只是说覆盖到了这个灵明觉知分辨是非邪正的能力啊，那这个叫什么，我们分辨是非邪正的能力被蒙盖住了，就叫做愚痴嘛，所以就分辨不出是非邪正嘛，所以常常会把假的当作真的嘛，而又把真的当作假的嘛，哎呀啊，我们会去追逐我们认知的真嘛，那么往那个我们认知其实是假的真的时候，我们人生怎么可能是快乐的？不可能啊、哦、常常有的快乐只是一种诱因，诱导我们往痛苦人生走的那个东西啊，所以谁敢会靠一句话叫痛并快乐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相生相负啊，所以祸福、哦、相依啊，对不对？孪生兄弟长得很像啊，连创造字都长得很像，你看看祸跟福这两个字啊，所以尤其是在我们修行的过程里面，有些人、哦、喜欢向往这些神通、哦、这些、哦、通力这些感应、哦、更容易去契入这个昏昧的世界里头啊，你感觉你不知道是真的，但是你有时候用你的知见去认知这是很快乐的啊，很舒服的啊、哦、那还是我们的贪嗔痴啊，对啊，我们的贪嗔痴的所向往啊，也就是说人的基石贪欲啊，你为什么要这个快乐跟这个舒服呢？对不对？那你要这些所谓的外魔就有机可乘啊，他就尽量给你啊，啊你感觉很好啊，所以这个也是另外一层的认假为真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当你沉浸在这个世界里头的时候，人家哦善知识来告诉你这是不好的，你就认为那个善知识是错的啊，对不对？他说你有够歹心，对不对？人我明明就在下暗感应的时候够舒服的，啊，你是怎样跟我们说那是有危险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很歹心？歹心啥？见不得人家好啊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很好了，你见不得我好，事实上不是啊，啊，这就是啥？自己祸福我们为人知道，后面就有很多的恶果等着，所以以前啊，当然现在也这样讲不公平，可是这只是一种常态性来讲，以前常听说修禅修密的容易走火入魔，哦，的原因是这样，那是用佛家的领域范畴来讲，可是这样难免还是井底之蛙的知见、啊哦、因为只要一个人起心动念这个思维偏颇，他修什么都走火入魔嘛、哦、而不是说禅的宿命，对不对？就比较歹命，就要让说修禅容易走火入魔，
阿修密容易走火入魔，不是嘛？其实它是一个非常高度高尚的佛法嘛。换言之，加上这个高字，对不对？你看，咱叫做点姓高哎，吼，啊，恁得要警惕。加上高字表示什么？非等闲之辈啊，可以去堪用啊，你看，哦，高瑞奇，真的要赶快提升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字是非常好的，对啊，你的姓，对不对？然后当咱看那这感情，吼，看到咱的生活，我叫高瑞奇的时候，高，对不对？师父那一天说，吼，非等闲之辈能堪用这个字，对不对？那我就要反省，我到底是不是等闲之辈啊？对啊，然后社会中最什么低等人才啊，所以禅跟密的修法，第一具备的是上上根的根气。对啊，如果我们不是上上根的根气，很难很难，而且是根本不可能。对啊，可是有一种方法，偏偏有一种机缘啊，不叫方法，偏偏又可以啊。然后总在遇缘不同嘛，你遇到什么样的上师嘛？如果我们不是上上根气，我们是下下根气。人家可以一路走来，慢慢帮我们铺陈，只要我们具足了正确的态度跟信愿信心，对不对？哦，这学法正确的心态啦，这样讲比较白话，只要我们具足了，我们会接受人家的铺陈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大有可为，从下下根的提升中根，提升上根啊，再提升上上根啊，一辈子就可以去完成啊。正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嘛。所以善财童子五十三参不是特指一个人嘛？我当年在华严教海里面的那一个文殊菩萨会下的善财童子，所以善根福德具足嘛，对不对？叫善财啊，对啊。那童子是什么？愿心纯真，对不对？哦，纯一无夹杂，童子指学习者嘛，全天下只有我一个是学习者。其他的一切人事物皆是诸佛如来无尽慈悲的视线为教化我故的，这样的人就具足善财童子的什么条件啊，所以他就有办法在一辈子，所以一生当生成就啊，成就究竟圆满佛啊。啊，咱请你听神，善财童子很有福报啊，他都可以五十三参道啊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去哪里找这些善知识？五十三个法身大士或诸佛如来视线在我们身边呢、啊。那我们也学法学那么久了、啊，知道这些理路从何而来？不是只有灾难是赶来的嘛，对不对？这些大家都会讲，朗朗上口。像我顾伯公也绕高矣，什么贪欲感得什么水灾，对不对？啊，嗔呢？嗔恨心、火灾、愚痴心、傲慢心。怀疑心、土石松动，对不对？哎呀，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灾难就是这样来的啊！哎呀，不是只有这一面是这样赶来的，诸佛菩萨也是赶得的嘛！哎呀，所以一切众生皆是诸佛如来大权示现啊，还不是再来呢？再来还有来去，大权示现不来不去，对不对？来成就我自己这一个什么学习者啊，叫做学生啊。对啊，哎，你都在叫星球啊，问题的不是啊。你看这样的一个人，他是无求的，对啊。可是我们偏偏要往外追逐这些神通道力或这些特殊的感应，所以让我们背道而驰了。那么我们刚刚现在讲的那一段，最后也不过变成一种知识常识啊，啊，听起来很欢喜啊，哇，太好了，那我也有希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当然啦、啊，不要说诸位有希望，我们有希望。对不对？我自己也有希望，哎呀，全世界人都有希望，而不是希望而已呢。是照理说，本来就是佛，哪还要那个希望成佛？对不对？哎呀，而你本来就是佛啦，你还有一个心生希望，所以善财童子亦复如是，大权示现呐、啊。他只在告诉我们，对不对？学习的态度是什么？对，他见到贪嗔痴也是三知识啊，也能成就无上道啊。可是我们的分别心、执着心却是这么的深重啊！哦，让我们无限上纲助长我们的愚痴心啊！所以在所谓的假的世界里，我们偏偏要认定它是正确的啊！这当中的开始叫做啥？走火入魔嘛！哎呀、啊，入谁的魔？入自己的心魔啊！哎呀、啊，啊，外在的魔其实对我们无可动摇啊！
是咱家己去甲感来啊，哦，内的贪嗔痴，所以常常有些外在感应的人，哦，要去审视自己的言行举止，对啊，为什么？一个巴掌拍不响啊！如果没有我内在错误的什么思想、见解、行为，外在就没有错误的境界。啊，那境界里面有所谓人事物啊，啊，用人事物来代表啊。那么不同维次空间也叫做人事物啊，哈，只是有时候他们叫灵而不叫人嘛。啊，我们用一个人来代表这些灵嘛，啊，事物哦，这些所谓人正报嘛。那么这些灵是正报，事物是所谓的依报啊。那在当中，我们就要去依循着正确的方向理论，哦，方法才能够去彻底化解这个问题。哦，啊，乃至于上次共修，对不对？正逢台风，对啊，为什么消散？哦，那也是希望，哦，大家能够契入它背后的这一个法上的原理原则去学习成长，而不仅是停留在一种外在的神通道力的，哦，发功化解，哦，今晚功发功啊，对不对？而是感应道交绝不是死嘛。如果没有众生佛菩萨的慈悲愿力，对不对？哪有办法去化解这些事情？对啊，那问题就来了，有几个层面啊？对不对？去做的人真心真意感得诸佛菩萨的外在的这些加持力嘛，对不对？慈悲愿力啊，哦，这叫感应道交啊，绝不是，所以可以化解这些风灾啊。那么另外一种更深入层面，就是那个做的人他本身就是慈悲愿力啊，而且他的慈悲愿力等虚空法界啊，所以他自己就是了啊，那他就可以去感化感得，哦，他自己的依报现出来，去集中这个念所谓的能量，就可以变现出这些，哦，化解的讯息跟物质嘛，所以就变成所谓的没有台风了嘛，对啊，所以这个还得是信而有真嘛。当我们初一嘛，那天是初一哈，台风当天初二，所以我们初一的时候去做这么一件事情，与会的哦一切群众哦什么尾随啊，护随纪委，对对，大家一起众志成城，哦，去为这个苍生哦做一点哦，咱讲诶。化解灾难的什么心念散发，对不对？那自成则感通啊，所以你看隔天就没有了啊。啊，当然有诶，可能足惊嘛吼，惊讲啊台风来要安怎，对不对？哦，咱讲不能要求所有的众生风雨无阻嘛，吼啊，毕竟众生他的向往是什么？生命底下的一些造作嘛。你讲死生四大。为什么讲生命底下的造作？一般人讲诶，五福临门啊，对不对？福禄寿康宁啊，众生不就是喜欢这些吗？对不对？啊，跟有违背他这个的，可能危及到他这个的，他就不敢了嘛，哦，他就会退嘛。那么学道人不是嘛？事道则进，非道则退而已嘛。哦，他没有考虑那么多嘛。就好比昨天有一个人来请教我们问题啊，他说学校的教授。哦，因为现在学期结束了嘛，啊，他是一个学校的讲师，哦，老师约聘的样子。那把70个同学里面，其中有一个也被当掉，可是这一个学生，哦，刚好他爸爸是教授，哦，啊，然后他就接到电话了啊，说这个教授打给这个老师，然后说叫他能不能把他孩子的成绩改一下，让他过关这样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认识校长这样，啊，这种事情层出不穷嘛，对不对？在这个社会，然后接到的人有在学习圣贤教育啊，然后来请教，然后他也会很纳闷说，怎么会遇到这种事情呢？我怎么会接到这种电话呢？对不对？我说不是只有你啊，多的是。如果你在这个环境里面继续这样，你当然未来可能会接的很多啊，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学到，那你只要不学到，你不明理。其实人说不明理焉修道啦，哦，所以明理是学道还不是修道啦，你要学习了解大自然法则宇宙人生真相嘛，你明白你才去修嘛，我才去做嘛，所以不明理焉修道，那明理表示什么？就是学道啊，所以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学习嘛，哦，道法自然，自然的理路嘛，人生真常之理嘛，所以
多数的人都是昏昧愚痴的，都是自私自利、名闻利养、五欲六尘、贪嗔痴慢的。所以一遇到问题，第一个想到的是自己的利害得失啊。所以即便学了道的人，他遇到也是自己的利害得失啊。我说你学道学那么久，这个问题有什么好请教的呢？对不对？可是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？我说因为你也是这样的人啊。我想听到就不爽啊，说太安慰了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我是来请教问题，怎么我没有数落，我只是把事情讲清楚明白。对，就说为什么你不能当下就判断做个决定，反问当事人，那这件事你认为对不对？如果你改的成绩对不对？他说当然不对啊，那这样就不用问了，那就不要改啊。对，可是我你不要讲，我告诉你，你的可是就是怕你的工作不保，对不对？他说对啊，阿内啊，对啊。我说所以你跟对方一样啊，所以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啊，我一个层面啊，对啊。他说不是啊，那个小朋友对不对被当掉，他只要再读一年就好了嘛，可是我工作如果不见很难找，你看看，对啊，是这么一回事啊。所以我们都学过是道则进非道则退呢，当我们自己遇到的时候我们怎么选择，那就考验跟那功夫才对啊。所以学法没有那么容易啊，不是那看多少书哦，多读读几本经就等于我们上道了，不是，而是你遇到的你的态度是什么。所以两句话，尽名利而不沾，名机巧而不用，有没有办法做到？没办法做到，一定要去做到啊，就这样而已。这是修学的人的最基础态度啊。所以我们在分享，即便不要说你工作丢了，有一把剑射过来后面被戳刀了，对不对？你会因为这件事情而死，你还是死得很光明磊落啊。那你死了之后刚好超生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因为你的光明磊落又加上一大分数，对不对？你在人间的这个课题，事得意万事毕，你超生上去做更幸福美满的生命状态，那不是更好吗？所以世间人就在小名小利上着眼，哦，以至于把我们的心量越缩越小，越缩越小，缩到不是本来的我。要不然学到大乘法，起始点从心包太虚量周杀戒开始，那么至始应该这样讲，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至终亦复如是，心包太虚量周杀戒。所以那就是我们以前说的，要学佛你非得是第一等人才不可。学佛是要干嘛的？要变成天下第一等人才。所以既是第一等人才干嘛学？所以啊，你看远的终点跟起点是一样的啊，哎呀，就是这么一回事啊。所以一即一切啊，所以返璞归真嘛，回归原点而已嘛，把我们的生命这样一直走一直走，哦，迷失走了太久，回归回来原点，原点跟终点是一模一样的啊。啊，所以那个学道的人必要的。所以如果你的心包太虚量周杀戒显现出来的这些所有的走火入魔，哦，灵障啊什么这些干扰，外领的干扰对你来讲就会是一个很陌生的事情了。听好，是在世间之间上很陌生，可是不是代表你不了解它，你不了解它叫愚痴啊，对不对？你必须深度了解它你才能超越它。所以有上面，哦，5月5号有一些因缘带着诸位去户外教学的原因在这边啦，啊。那整个过程每一个人学习的也就不一样啊。比如说你一去进前你在想啥，你就开始在学啊，你学的对或错啊，你到了现场你看到你是用什么心态去测度，你也在学了啊，对不对？还有他里面教你什么你也在学啊，一个是自己的角度，一个是外在给我们的讯息的角度嘛，对啊，那样那学的对与错哦，反正都是学，可是以我们上次的经验法则好像多数都错了，对啊，因为多数都没有真正提升，对啊，要不然去一次应该成就什么，哦，佛法啊，对不对？上则一念间，应该去一次就成就无上道了啊。那今晚跟他怎疑惑，对啊，真的啊，华严在讲什么，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啊，对不对？那人脉公开啊，观世音菩萨大家懂得嘛，哦，也常听过嘛。
谁类化身啊，对不对？三十二应，对不对？众生有所感，观音菩萨即有所应嘛。啊，依以什么身得度，则现什么身为之说法。啊，所以他有这个吼、哦、分别的理路，对不对？这个隔阂的迄个现象就没有了。那么我们要融入它，第一个还是化除内在这一边呢、啊？那吼、哦、很多的古师大德也好，包括当今的这些吼、哦、山头的大师，哎，也甚少听到为这一个族群发愿，吼、哦、去救度他们的。多数是什么？看到就排挤嘛。哦，含咱做这个学修的嘛是安尼嘛。看到一般讲公庙文化啦，吼、哦、啊底下起鸡耶啊，哎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啊、就排斥啊。啊，事实上你看为什么会排斥？因为我们心有不平，对不对？心有执着，不平，分别，分别执着，所以我们会去做一个排斥，第一个观感。那么有的人是心有向往，对不对？也是执着。也是分别，就是贪着，所以要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啊，对不对？经过了，船过水无痕了，对不对？阿姆哥，你要过了啊。那通常我们是无痕，是因为尚且没有经过啊，所以这样也不算数。所以百花丛中过，片叶不沾身，哦，是一种高端修法。毕竟啊，哦，滚滚红尘，历世练心，哦，我们现在的社会。对不对？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独立过日子啊。那么，既然没有那么大的福报，像锅肉酱一样，锅肉酱大家都知道嘛，哈、哦，有没有人不知道的？地贤老法师的一个学生呐、啊，哦啊，这个学生跟他小学是同学啦、啊，同班同学。啊，地贤老法师是师出名门嘛，意思讲较贵族迄种家庭长大。那锅肉酱就是拿用金卖为叫做甲级贫户嘛，哦。啊，两个人的生命状态哇截然不同，所以一个一直读书嘛，看古时候是不是比较有钱的人比较能够读书，那么锅肉匠就去做补锅子的那个嘛，技艺哦去做这一个行业，那在成长过程好像到四五十岁了哈、哦，对不对？啊，又相遇啊，然后这时候锅肉匠想开了，说这样继续下去也不是办法，那时候地贤老法师已经是个住持了嘛，哎呀、啊，是一个佛寺的住持。然后郭罗江就去找他同学，哎，同学，我要拜你做师父，我要学佛这样啦、啊，我要成道。那地贤老老师看看他说你条件不足啦，因为你太笨了，人家又不识字，哎呀，啊，我们加入佛寺是要做早课晚课都要念经的，你会跟不上，会破坏到寺里面的运作规律啊，还是不要好了这样。哦，一请三推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再请四推，啊，推来推去，最后实在没办法。用永清麦话讲，唔是去予伊诚心感动着，是去予伊想路啊路家真正好啦好啦，好无？我满你的意，怎讲？啊，唔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，然后答应我的条件就是，我说你做徒，你让你学佛，可是你不能在我们寺庙里面。那在哪里？我们在乡下山下找一间破庙，啊，我会请两个老太太照顾你这样，啊。这是第一个条件，第二条件就是你就念佛就好了，什么事都不用做。啊，那么念累了就休息啊，休息累了就念啊，念到要睡觉就睡觉，就除了吃喝拉撒休息睡觉以外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通通念佛啊。他说答应啊，这个我做得到，好，答应他，就这样点头，就真的就去山下找一间破庙。那这个什么叫破庙？就没有人住的庙嘛。哎，那么他是唯一一个人。用好定兼共煎，对不对？然后找个两个乡下老婆婆、哦、去供养她，午斋早斋这样这样一年两年这样过去啊，到第三年、哦、有一天她突然不在了、哦、第一天好像跟那个老婆婆说不用送饭给我了，因为今天我可能要出门这样，然后她说哦，可能太闷了，对不对？三年未踏出这个寺庙，太闷了，也应该去走走，这样就出去换一下。第二天又不在啊，送饭去没有吃，对，已经什么、啊、往生了，对啊。第一天去是什么？去咱讲诶，哦，好朋友要结婚嘛，讲我要来去啊，诶，叫做啥？是不让他践行啊，所以去告别啊，因为他知道他要走了、啊，要去哪里？极乐世界啊，对啊，所以就是到处他的好朋友就走一遭，哦，去会面一下回来。啊，第二天。饭好像
饭没有吃，以为他又出去了，其实不是，他已经站在大殿上往生了，站着往生了。而且老婆婆从来没遇过这种事情，又吓一跳啊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赶快跑上山哦，去请地贤老法师下山为他处理后事。他也就站着三天，因为去一天半嘛，下来一天半，所以三天站着哦，等地贤老法师来为他处理后事啊。他说这个都比什么红中研教的法师还殊胜啊，对啊。阿本德的来啊，他有那个福报啊，对不对？可以一个人住在一个破庙，还人家安排好啊，农民这慷慨啊，各位老婆婆老太太旁边我记啊，我们没有啊。所以人要活在哪里当下，不是去望东望西啊，或人都会当然想到南北啊。其实就算啊，我们讲的这个是形式福报啦，在所谓的善根福德因缘的福报上，假设我们应齁、哦、那我也来讲这件事情了，说阿伯恁想发心恁先举手。我嘛去找一间那个阿伯更较好诶较舒适诶，找一间公寓我甲你租，我出钱，对不对？啊内底阁有冷气，对不对？啊无电视惊干扰你诶清净心，齁、哦、对不对？啊迄个跟木地板诶，对不对？迄弹簧床诶拢有够舒适诶，对不对？阿边阿边都帮阿加，对啊，你们发心我帮你护持啊。看你三冬会往生未？对不对？我看三个月全起笑诶，对啊，因为我们的条件不具足啦，对啊，所以学法不能跟人家比的原因在这边嘛。我们生生世世，不要说生生世，我们这一辈子来自不同家庭、成长环境养成的个性、起心动念，就是我们的价值观都不同啊。咱他有在调，哎呀，还有为人卖公益的啦，为人得一滴耶。因兜个坐两点钟，伊就坐袂落啊！你伫办公桌坐一点钟嘛，坐袂落呀，对不对？做侪人啊，所以要具足条件学法，不同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，为众生根器有利钝之差嘛。所以人贵自知嘛，我们要知道我们到底该啥物看展嘛，所以要按着什么样的好 level 好去学修成长才重要啊。要不然呢会多错啊，对啊，你现在是小学程度，你硬是要跟人家去读硕士班，对不对？了不可得啊，你现在已经是硕士班了，你还要硬坐在小学的桌子里面，让人家觉得你很突兀，对，也奇怪啊，对啊。所以这是个比喻啦，毕竟啊在华严教海的修学里面、啊、没有这回事啊，是一级一切啊，也就是说你从小学到博士班读的科目都一模一样，可是深度不一样，哎呀，这是所谓生命成就的一个理路，跟世间法的学修哦，在这种分别见上启用的这个是生命状态里不太一样。好、哦，那换句话说，哦，根本修重要啊，根本修就是从我们的起心动念啊。那么我们刚刚讲的，如果态度错误了，没有信心，那么肯定这个人好、哦、生生世世都在生死轮回里面流转，那么态度决定一切啊，信心成就一切啊，那你要先决定好啊，你再去成就啊。啊，咱现在的人是这两行都欠缺啊，所以万丈高楼平地起，为什么这几年我们会很强调弟子规的学修在这边？哎呀，弟子规是所有的一切基础，换言之，弟子规没秉持到的人，下辈子就是什么让十殿阎王在什么费心的那一个族群，而且他都要用勇雄的吼讲的，太好了，我们现在很轻松。啊，事实上，你们如果都行十善上品，是无量心，对不对？你们都往生到道立天去，他也不会累啊。为什么？因为家的人民的素质就好啊，所以免管理的好啊，所以他们的天上没有这些政治的问题啊，因为一切行之教化嘛，哦，用教育的也无像是住相是啥物，哦，像萝卜这种物件，哎，啊，不过因有足侪萝卜伫人世间，哎呀，萝卜啊，奴仆啊，知道吗？哎呀，啊，希望我们不要变成其中一员，安尼就好啊，哎呀，为什么这样讲？可能我们讲话常常依讯息来讲，可能现在很多人都有点踏进那个奴仆。一只脚被铐住了，这样子，对啊，啊，迄得爱怎样精彩啊？
赶快醒过来，对不对？解锁，对，赶快跳脱出来。嗯，未来我再看主有啥物事协无。师父上，刚有位同参有提交的问题，我要诚请师父解惑。那第一个问题是，爸爸和家人的感情很不好。上个月，他说了很伤爸爸的心的话，再加上爸爸和家人，对，爸爸和家人，就他的爸爸跟他的家里的处不好，对，感情处不好。那上个月他也说了很伤他爸爸心的话，再加上爸爸有精神上的疾病，我该怎么做呢？怎么做才可以帮助他和家人的关系呢？这是第一个问题。所以啊，刚刚为什么提到《弟子规》圣人训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依照着《弟子规》学修，你家的问题可以改善 80% 以上。对啊，问题是要不要？要不要成之在己啊？对啊，所以问题不在外，在内。对啊，不是说我爸有精神的问题就没人解决，让刘顺盈安起笑的嘞，对不对？你现在也很好的，还成就他，成就那个。对不对？成就佛法，对啊。换言之，如果没有他先生起笑，有那可能没啥容易成就。所以佛法要去了解一件事情，他没有好坏。我就偶益大师讲的那句话：“境缘无好丑，好丑起于心嘛。”是我们会不会转的问题嘛？那么佛家又讲一句话：“烦恼即菩提嘛。”你别当你不在那搞烦恼剁掉嘛，你剁掉你得无菩提智慧出来了嘛？好、哦、美好。的生命状态嘛，要智慧的运作，对不对？所以你逆缘有可能是成就你最大的逆增上缘、啊、是你要不要去把握的问题啊。再者，这是从后续提升的一个智慧、哦、认知上来讲，前提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严肃啊。为什么被我们遇到了？这就是我们生生世世的业因果报嘛。所以世间人讲一句话，解铃还须系铃人嘛。所以我们家人我不讲嘛，我讲当事人嘛，因为讲家人没有意义嘛。然后要请教问题是你家己啊，所以你有想要改善无较重要，不是家人安怎改善嘛。所以修行是修正自己的，不是去修别人的。我们为什么诸多的人知道这些修行的理路，还是不能改善人生的原因，就是他都把矛头指向外面啊。你讲较早，包括恁请去看蔡礼旭老师，等等吼，等等很多人在演讲，底下坐着一些等等很虔诚的、很恭敬的这些学员，人家勤抄笔记是要干嘛的？哦，太好了，老师讲这句话是对治小姑用的，那、啊、这句话是对治婆婆用的，这句话是对治先生，恭喜阿妹啊！所以这个学无量劫都不能改善他的人生啊。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态度搞错了，态度包含的方向，方向要正确，是反文自信。所以弟子规如果没有做到，下辈子做人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先不要讲这一辈子遇到的磨难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一辈子能够遇到一堆磨难，弟子规你把持住，你下辈子还是会好。那下辈子不讲，你下半辈子就可以好了。啊，这是一个意思啊。那这一颗药是一种通则的药，对啊，所以说我说基本上如果真去落实到 80% 的问题就可以去解决了。那么如在深层的问题需要我们这样出慈悲愿力才有办法。那么如果没有弟子规的基础，慈悲愿力都是假的，清一色通通是假的啊，假的佛法，那些经书都对啊，可是我去学我变假变这样，因为他矛头指错了嘛，对啊，啊，所以学道之人是要务实嘛，拉回来把自己调整好嘛，哦，啊，先不去讲说磁场的问题嘛，因为磁场也是人散发出来的啊，所以我们是先讲起心动念，好，那么你说爸爸跟我们家人处不好啊，那天我也跟爸爸冲了，那我不是跟爸爸处不好吗？对不对？一个巴掌拍不响啊。对啊，啊，所以可以去学习一个人啊，大榜样啊，顺何人也，辱何人也，有为者亦若是啊，对，顺王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啊，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嘛，对，有没有人没听过顺的故事？
对啊，都听过了，那就不用讲了，对啊，还是有人不敢讲，好啦，听过的帮忙讲一下，给大家听一下，对啊，嗯，我不对，对啊，啊，我家才你知无？对啊，你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，嗯。树王他小时候就是出生的时候，他的妈妈就过世了，那他父亲就娶了一个后母，哦，他当然在帮忙照顾他。那可是他后母对他并不是很好，哦，处处想害他，因为想把他家里面的财产留给他的弟弟夏。那他的父亲因为在他的后母，哎，在他后母这个状况之下也对他很不好，所以都在害他，所以家里面的人对他都很不好。可是他从来没有去怀恨他的家人，他心里面都只是想着说，我一定是哪里做错了，所以我的家人才会这样子对我，哦，就是从心里面去修正自己的行为。那所以他后来也慢慢的，因为这样的行为也感得到相当多的好报，例如说娶到的，那个表的女儿，那个女儿，然后他有了自己的，自己长得很多的人民，在一个地方，有他的国家，然后他的父母，他的父亲到最后都原谅他，这样子，这是大概说的故事，是这样的，因为讲的不好，请大家包涵，谢谢。所以重在感化，好，星星的能量不可思议啊，所以不要忘记，现在科学家帮3000年来佛法的印证嘛，能量、讯息、物质，对不对？那你周边遇到的是所谓的讯息物质，你要怎么改变它？你先改变你的能量再说嘛。那能量从哪里改？起心动念啊，对不对？那起心动念从哪里改？从明白开始改啊。现在就是因为我们不明白，不明白什么？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就是说，人生是我自己，宇宙是生活环境，生活环境里面有人事物，我不明白这些关系到底是什么。对，也就是说中国人讲的比较浅显易懂，三纲五常，对不对？这些我们这个时代搞乱了，所以这个时代就产生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，哦，奇奇怪怪的对待，哎呀，这么来的啊。那要从结果上去改变是不可能的，要从原因上去调整，原因改了结果就变了啊。所以我劝去深度落实弟子规，哎呀，那听好，再要强调一次，修学是修自己，不是修别人。啊，上无上歹上歹一个啥，上低一个想法，就是我无着伊，一定我内底有这种种子啊。哎呀，这是最基础的态度啊。那如果这个没有的话，不用想要改变。哎呀，因为那是所以生命就要这种啦。哎呀，未改变的这种生命就爱。原来因为一生的准啊，你这个你的宿命啊，好够准的，还没改变嘛，所以你也等等啊，甲家门讲你有够准的，我没改变，啊，这叫无期。所以了凡先生也做一个示现的嘛，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啊，福报是自己创造的啊。感应篇，祸福无门，为人自招，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嘛。所以做家人，好，哦。就是所谓讨债还债帮抱怨，这四个关系最密切的才会做家人啊。所以你也可以同时高兴，也可以同时什么平静啊。我不是说悲哀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因为有人过度的什么欣喜啊，就说妈妈对我有够好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啊，你还是要平常心对待的。可是我不是说平常心对待你妈妈，是你也要对你妈妈好，可是你要用平常心接受人家对你的好，因为处善尽随善也无贪痴，福慧全现嘛，对不对？那么爸爸对我有够不好的，你也要平常心对待，因为处逆境随逆缘，遇逆缘无嗔恚，业障尽消啊，对啊，啊是来消业的嘛，对啊，是来讨债行债报恩报怨的嘛，啊要无着报恩的无容易嘛，所以众生就在这四个缘上琢磨嘛，恩报贵讨的并报怨嘛。当你没有一点通力的时候，你拿捏不住那个临界点嘛。啊，这无特贵讨的变爱行者嘛。你看，你本来欠我500，我即马甲你讨500，空一块啊。啊，一块过10担生利息，变个10万啊。
对不对？啊，我个爱行你一万块啊，就这么一回事啊。所以不能解决问题，所以一切这四个缘，当我遇到的时候，要把它变成法缘嘛。那要变成法缘的时候，我必自己必须要去了解怎么变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变还是我变啊，不是期待他变啊。所以这就是学习古圣先贤的这些智慧的功能啊。对啊，啊，那不然学不冲啊，那学一堆，咱啊生活未改变，啊，该痛苦嘛痛苦，学那个没有用啊，所以要学以致用。那所以劝勉深入去落实《弟子规》，有容乃大。哎呀，那当然还有我说个别性的哦，就很难这样讲，因为有的事情是缓不济急啊。哎呀，要看力道，可是偏偏又可以自成感通啊。对啊，还要感激的人啊。啊，当你的力道不能自成感通的时候，接住外在的他力的帮忙，还是可以加很多分呢、啊。哎、啊，我记得保分啊。哎，不，你讲的含台风的，但给它化解掉了。更何况是这些问题，对不对？台风是小事情呢，哎呀，可是希望以后不要你们遇到台风在你们家附近产生，你就叫我去那边设坛，在那边做法，在那边淋雨，哎呀，这叫错知错见，你知道吗？哎呀，所以连我的意思说，连外太空星球的轨道都可以透过我们的意念改变了，更何况是这些问题。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要力争上游？且法无上，仅得其中嘛。换言之，你的总能量没有大过这些问题啊，所以你要去培养你的总能量啊。所以一切万法不离其中，你把你的心透过正确的理路调整正确，有时候你的能量就开始在变现好的出来了。那么你在增长好的能量，增长到超过这些问题的时候，自然消匿，没有这些问题。这是聪明的人的做法，啊，当然适合的就好了，不要去比聪明不聪明，啊，从消业的角度，该是我受的，我一昧受的就好了。那么你说有这些生理疾病、心理疾病是什么？有时候不仅是所谓的心理嘛，我们也可以断言说，60-70%以上的精神病患进到医院的，几乎都是临障嘛。而不被治嘛，不被了解嘛。这些临障从医学有为这个物质的角度来讲，跟心理的角度以为他是心理有问题嘛，精神出问题嘛，可是他不知道他的灵性出问题嘛，所以都送进去、包在那边啊，每天打针吃药啊，昏迷，对不对？打针昏迷，昏迷就表示什么？精气神虚掉嘛。外在的灵什么时候有办法？我们就是趁虚而入嘛。咱有一挂空方，伊都有在雕，甲咱捉弄嘛。那不是所有的外灵都会去捉弄我们嘛？是跟我们生生世世有缘的这些嘛？所以刚讲解铃还须系铃人嘛，哦，是可以去做协调沟通嘛。如果是冤亲债主这一部分嘛，那如果业障透过忏悔嘛，啊，可是通常。现在的人知道这两个字忏悔，可是通通不会做，不恶过大家也会讲嘛，也很难嘛。你第一个不认错了，你哪里来不恶过？对不对？还有时有时，咱不但哦，咱讲咱那边讲的忏悔，尤其要喜欢又加个发怒嘛，对吧？告知天下我忏悔，对不对？其实是为了得到掌声啊，因为你好不容易哦，对不对？你好有勇气哦，你看哪是在忏悔啊？他在加深他的罪业，不是忏悔。所以从这边你们可以了解为什么讲佛法可以救度苍生，他也可以毁灭苍生。对，忏悔佛家名词啊，学得的原来忏悔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去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要名闻利养的，对啊。而我是学佛来毁灭自己，还是学佛成就自己？好啊，都有这个理路。所以可以的话，除了自己学修以外。不断地把学修的功德回向给家人，给尊长，这样子对他们也会有不无小补的利益。可是不能盲目，吼、哦，会晓读经的有效，未晓读经的无效。会晓读经的是正信，未晓读经的是迷信。是这些理路要搞清楚啊，弄明白啊，才可以啊。所以你去做法会，未晓也叫迷信啊，会晓也叫正信啊。啊，拢是发话，你去拜拜烧香嘛，会晓会叫正信，未晓叫迷信啊。
所以这庞大的礼物就是我们要去学的那个啊目标啊，啊目的就是要弄清楚搞明白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回向，至少要依着地藏经讲的，对方得到我的功果的力量能量，好了，用现在人讲的七分之一，我自己得到七分之六，所以一定要从这边去信而有真。我每做学修了一件法，或者是读了一本经，念了 几百下佛啊，不等啊，另外就是我做了这些法事要回向给人，我自己有没有得到身心清安？如果没有的话，那保证没有用，如果有可能有用，这样啊，而且这个理由 很清安表示它很有用啊，一点点清安，一点点清安，可是表示一点点用，一点点用而已啊，所以以此类推啊，哎呀，啊七分之一、七分之六的比例，啊重点都在专嘛，对不对？专才能定嘛，一定才能开会嘛，那是那个智慧的能量启用有作用的，哎，用这个理论。同月同生的第二个问题，他大意是他蛮喜欢一个人，就是一个人自由自在的，然后有时候他不太喜欢他的同学的言行，所以他和同学不知该如何相处，请师父解惑。就要去喜欢他，哎呀，因为你讨厌人家，你有病啊，不然就喜欢你啊，那你就要去喜欢人家。对 啊所以为什么做弟子规？弟子规不是只是孩子跟父母的关系而已，他就是说我们做一个人，我们处在这个环境，我们面对我们身边的各个族类、各个不同关系，应该用什么态度去对待，这个就叫弟子规嘛。啊，弟子是学习者的意思嘛，学习什么规是圣人的标准嘛，学习圣人的标准叫做弟子规啊，我们是孩子和大人的差别啦，哎呀，啊，只是说这个时代很可悲，福薄，哎呀，古时候是三岁小孩同盟教要完成的课题，三岁以前就要知道怎么跟人相处了，哎呀，而人有 N 种关系嘛，对不对？五伦、五常这些关系啊，那么我们现在到了什么？三百岁还不知道嘛？如果能讲过去先啊，安尼一代一代个吃啊，哎呀，我到了七八十岁还不知道嘛？还是有这些问题啊，所以第一个还是自己有问题啊，啊自己要把它转化掉啊。那么我们的欲望太多啊，会想东想西啊，是我们的杂思太多，而不是外在人安怎啊，所以倒归一处啊，还是要自己去深入圣贤教育才有办法。你不在这叫外口，我有可能人说我们讨厌人，人也很讨厌人啊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啊，问题是为什么咱无去甲迄个讨厌我的人说你应该怎么样？因为他不认为这是问题，他因为他不想成长。哎呀，我们不需要去跑去跟人家说你不能讨厌我啊。啊，一个学法的人是怎么样？越多人讨厌我越好啊。哎呀，啊，那这个角度，咱是咪讲哦，那太好了，我讨厌人家，觉得人家觉得我越好。哎呀，你还得遇到有这样想法的人啊，对啊，还得要你不起心不动念啊。要不然你叫造业啊！我先推回来讲，你的人生当下越多人讨厌你，表示你消业的机会越多，你还债的机会越多。可是前提之下，你要保持如如不动，你还要进一步感恩，感谢你们诸位来讨厌我，对不对？那说这不是疯子吗？对不对？那如果你的生命可以这样，因为这样而越来越好，你让人家讲一下疯子有什么关系？对呀，所以人就太执着在外在，所以中国讲中国人加一个字入嘛，不是直接忍入啊，本来只有忍这个字啊，对呀，我们加个入啊，因为中国人有一个坏毛病嘛，就是在读书人士可杀不可辱嘛，一对一的侮辱就得救嘛，所以只要你执着，你还是超越不了六道轮回嘛，换言之，只要你有分毫的执着，你就不可能有幸福美满的生命状态，越执着你的幸福美满指数就越低，越不执着你幸福美满指数就越高，它的关系是这么来的。那完全不执着你的幸福美满指数就是阿罗汉，对啊，阿有学富贵都知道阿罗汉不错嘛，对不对？
哦，他还可以帮乌达国师治疗着面疮，真的，也是卡啦，不是病，治疗着面疮，你看多大的能力啊，表示他的自在程度比我们高啊。那如果你连分别心都没有了，你的自在程度就像那个幸福美满程度就像菩萨一样。如果你连妄想都没了，你的幸福指数就是佛，就是我们本来的面貌，就是那样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嘛。对啊，啊，所以你讲咱要来改变，咱得把家当作咱的温人啊。我本来会讨厌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把他当作恩人看待啊。越是让你讨厌的，你越要对他好啊。所以从一个修行的有为法上来讲是怎么说？如果你能够把你最修不掉的这一个状态修掉，那其他就好说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连对最讨厌的人都可以施设法，布施爱与力行同事的时候，请问你在这个人世间哪里会有什么冲突？对，会跟哪一个族群处不好？通通不会了，所以那时候你是最幸福美满的人，对呀、啊。所以施设法捡起来用，对不对？布施爱与力行同事，布施就是一般讲，哦，这个层面的布施就是送礼啦，哦，请客啦，对不对？你请你做讨厌的人吃饭啦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吃饭也不一定要做贵啊，对不对？哎呀、啊，请你吃一个卤肉饭嘛，袂歹啊。对不对？啊你得发较奇怪，我那跟他嘛不较讨厌伊啊，是不是？对啊，啊爱语啊，说关心对方的话，常常去关心他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嘘寒问暖一下，你嘘寒问暖习惯了，你会发现我怎么那么喜欢他，对不对？嗯，爱语力行，做为对方有好处的事情嘛、啊，力行嘛，利益他人的行为嘛，同事就是和光同尘打成一片嘛，可是。要同流不合污啊，哎呀、啊，咱现在人容易同流合污啊，不对了。然后同流不合，因为我自己还有一个中心思想，不被人家错误的思想、见解、行为污染。啊，四摄法很好用。嗯，那么你说很想做做不到啊，表示我们修养不够啊。那么常常照镜子的时候就说我是那个修养不好的人，对不对？我要不要当那个修养不好的人？那大家不要，所以。从反面来讲，可以督促我们慢慢变那个修养很好的人。所以法非定法，哦，不同时空用不同的药，那只要阶段性有用就去用，没关系。对啊，那这是稍微讲一下。阿难婆，学修不是一两天的事情了，毕竟呢、啊，江山易改，习性难移。所以习性要靠不间断培养另外一个好的习性，慢慢转移掉。领导不间断，那两分跟两分，净念相继，对不对？有二六十钟，然后二六十钟就24小时，分分秒秒当中，净念相继，千金的念头毫无间断过。你看，这样一个人，不要说这些讨厌的人，你都成佛了，你还讨厌什么？对不对？成佛是为了什么的？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！哎呀，众生无边誓愿度没有叫我们说讨厌的那些众生不要度啊。对不对？啊，事实上，你越讨厌的，你越需要度他，因为黑的血行里有深厚纠结的，生生世世有深厚纠结关系的这个对象。然后往上面不公党，因为过去生不一定是人呐、啊，有可能恁迄当阵是两只狗啊，啊，底下咬来咬去，啊，你咬输啊，你做讨厌伊啊，啊，即卖两个拢投胎来做人啊，啊，你看到就讨厌讨厌，哎，我都真的啊，你们家里有谁有养狗？有没有遛狗的经验？有吗？遛狗外面的马路会不会有别人遛狗？啊，你也感觉奇怪，因也无一定熟悉，有啥这只得对一只吠，啊，这只得向一只摇尾巴，你也无熟悉啊，系啊，啊无熟悉有迄个啥业因果报的能量存在啊，系啊，就是这么一回事啊。那人跟人的这个关系就像那样子啊，啊，他们过去生。处不好啊，这一步子就在路上撞见，就在底下有没有嘎起来啊？还猪栏杆底下拖，哎，那所以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哎呀、啊，生生世世来到这边，越我们哈、哦、踏出看到越多讨厌的人，表示我们的幸福指数越低嘛。你说你就容易，但塔罗伯说事不如意常八九，事如意一二的人已经是了不起的人了，
你若去了，含看到人在倒呀，你看你活不如伊，哎呀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从这个角度要回归来勉励自己，我到底要当那个如意的人，还是不如意的人？所以外在没有好丑，是我的定义产生的这些问题，所以冤枉了，哎呀、啊，是自己创造出来的，我还去讨厌他。那个意思是安尼，讲我话唔对呀，我话嘛。啊，即马人看到足水，人甲我吊去壁，我看到有够严的。这讨厌的人就像这样，因为那个人是被你创造出来的。科学家讲的，整个世界没有物质的存在，物质是念头累积的相续幻象，幻象是我创造出来的啊。人家那个夏威夷的土著，他们也都讲了呢，就跟佛法几乎是冥合。对不对？整个宇宙是我们创造出来的，换言之，宇宙都是我们创造出来的，哪是这些人事物而已？所以佛家讲的话叫自现境，我们的人生境界是我们变现出来的嘛。所以里边那些，你讨厌他，即是讨厌你自己；你质疑他，即是质疑你的能力嘛。因为你本出来，你的能力都差，是这件事情啊。所以要常常这样子去反省。反映自己就比较容易用不同的所谓价值观去对待，那就容易化解掉。可是这一件事情要训练，不是今天讲啊，我知道我就做得到，那你了得？对，你是上上根人。那我希望这样啊，那么希望通常在这个世间很难达成。对，那我如果大家没有问题的话，那我提问一个问题。曾经师父曾经说，在这个时代，灵障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状态。那这往往就是说，在我们曾经遇到的部分，也因为师父的关系去解决。那么对一些人，他自己有灵障，如果他不自知，或是他自知的话，而不太愿意去面对，对，那他应该用什么态度去面对这个加速解决这个问题？不自知的很不容易啊，不自知会不会就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很多进精神病医院的，对不对？啊，包括现在很多所谓的忧郁症、躁郁症，绝大多数都有灵性的问题，对啊。啊，古时候没有忧郁症、躁郁症这种名词嘛，也没有精神病这种名词嘛，对啊。啊，所谓的灵障这个名词是有的。啊，不过现在反而灵障这个名词不太为世间人所知道，比较知道这些所谓忧郁症、躁郁症啊。那说怎么办？不容易啦，因为一般讲总在遇缘不同啊。你刚刚讲的这些连自己都不自知的，你要怎么让他知道？知道是重要啊。那当然前提之下是什么？你如果遇不到的，这些人遇不到了解的人的，那就没办法。只要佛不度无缘之人嘛，对不对？不是佛不度人，而是不度无缘之人。啊，缘要等待嘛。然后如果他没有缘，也不是叫没缘，这个无缘的意思叫做因缘未成熟的意思啊。那如果这个因缘未成熟，就耐心等他嘛，对不对？那从他们的角度来讲，我们不好讲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从我们的角度要有耐心嘛，哦。在散发我们的自心的愿力嘛，这一类的人，你愿不愿意去关怀他、怜悯他、去照顾他？那么，如果你连这个都不愿意了，你遇到的也没辙嘛，因为你慈悲愿力不够，你遇到的他还是问题嘛。所以，不讲这些人该怎么办嘛，而讲我们自己该怎么办嘛。第一个，我自己，佛家讲未能自度，能度他无有是处。我自己如果是灵障，我就不可能处理一切人世间的问题，这是早早实实的。如果能处理到，可能也不是我处理的，也不用高兴太早。真的啦，我不跟你骗啦，哎呀，那可是偏偏很多人会迷失在这个领域，以为自己就厉害呀，对不对？啊，不，你讲激动醒起来呀，即马去找一人去处理，看有在掉无？很难呐、啊，根本不可能的事情呐、啊。那我们不能鄙视啊。对你鄙视，你就没有同理心了、啊，所以是极度的怜悯，因为他们在这种苦境里面有求出无期，也是极度的困厄啊。哎呀、啊，他说受到灵性障碍的人的痛苦，跟所谓生命的不自在、不自主
是非常复杂的，比一般人世间遇到的事情还复杂。他复杂到他自己也无法理解，无法理解的时候，他就没办法改变。啊，所以那我们可以所谓的标本要并治，对不对？治标不就近，可是治本常常又很不计其对这一个族群，所以标本要并治，双管齐下。你讲一个人麦多腰，你先好食饭嘛。你卖给你卖去当阵伊当咧要你改安怎种植哇？也袂赴啊！啊，不过你知影伊若要就近解决，你需要教他嘛，怎么煮饭，他自己可以的话，自己可以喂饱自己就好了嘛，对啊。那这就是我们要成就我们德修的原因在这边啦、啊，对啊。那外领你在暗，人在明，所以通常有灵性障碍的人都挥之不去，对啊。雷公怎么办？随缘啊，对啊，随缘的同时发愿啊，对啊，所以我们才哦比较费心在我们能够遇到的族群里面啊。为什么？如果你们大家对这一个问题都理解，而且也升华超越了这个问题了，那你们周边遇到的人就有福祉了嘛，福报了嘛，对不对？就会因为你们的成就而有所帮助嘛。那如果没有呢？成功不必在我，对不对？大家都介绍来给我，我先委屈嘛，好吗？不一定啦，我只是说从大数法则是这样讲，所以意思说，如果依他性依赖永远，事情还是不能解决，所以令其明白很重要。那么那个理路没有离开内贪嗔痴感外在迷邪染啊，迷邪染来等于把你形象化叫鬼魅魍魉嘛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你感得的神是天神，那还好一点嘛，对不对？而天神的 level 比人高，他的贪嗔痴比人淡薄，所以他比较不至于伤害我们。哎，那么如果你是因为贪嗔痴的，你感得的绝对是所谓的鬼神境界嘛。啊，鬼神境界贪嗔痴有可能比人多嘛。甚至有一些孤魂野鬼那种贪嗔痴又更重嘛，啊，伊得诶来跟咱干扰，搞好咱生不如死嘛。那刚开始绝对不会啊，他们也聪明啊，你好，聪明不是智慧啊。他们为了达目的，他们也容易散发出一些什么诱饵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当你尝到诱饵，啊，无鱼要变哪上干呢？变哪叫我们钓起来？伊嘛感觉迄个味有够好闻诶，对不对？要食，爱食就一定做食。一直拼点，一直出送啊，对不对？他就是快乐啦，我们这样讲，所以他就会冲过去咬一口，第一口很快乐啊，真的咬下去，对不对？差点啊，给我们救起来，是，哎呀、啊，所以灵障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所以作者媒体，你会看到没什么事，怎么大家都在跳，对不对？很多这种例子啊，啊，有的是伊无法度啊，伊嘛无安尼问题，迄灵咧靠外就无在调啊，所以很多是这个层面的呢，而不只是说他想不开啊。你说为什么一个人好好的会想不开到极处？对，一定有其他的参数因子在里面了、啊，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自己要学？啊，学要如法，而、啊、不如法的自己就容易因为学习而得灵障，本来无哦，因为学佛法得灵障多的是。因为起心动念错了，价值观错了，所以我们常讲学修的方向很重要，方向先确立，再来谈什么理论跟方法，对啊，那方向第一步错了，理论正确，方法错误，很容易得到这些灵障。那么学法的名字叫走火入魔嘛，我一般的这些灵障的成因诸多啦 ，N 种啦。对啊，比如说有的他并没有学，他人生遇到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那可能是过去生跟他有一些关系啊，因缘啊，哦，有一些契约他未理见啊，他只是因缘还没会遇啊。哦，佛家有句话叫什么？能讲诶啊，因缘会遇时，果报还自受嘛。那好简公上，假使百千劫所造业不亡嘛，是我自己造的业嘛，没有消掉嘛。所以我这一辈子又遇到缘的时候，我就搭上了嘛。啊，有的人是还好他没遇到缘，对。可是偏偏有一句话啊，因为不是不报，时候未到啊。时候若到呢，一切总报啊，还有够恐怖诶。
对啊，啊，所以为什么我们学法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，真的谨言慎行，真的克己复礼，把自己的所谓的觉正境保持好。那要觉七入觉正境，一定要持戒定慧啊，对不对？借着诸佛菩萨的教诲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咱讲听下较开好啊，古圣先贤的教诲，对啊，依戒就能得定嘛，依定开慧嘛，所以戒定慧能契入所有我们的自信觉、自信正、自信净嘛。迷执他求的依外在的觉正境也有风险啊，啊，所以如果我们常常契入戒定慧三学里面，我们就感得诸佛菩萨觉正境啊，所以就常得与诸佛菩萨集于圣众啊，共会一处啊，那这样哪会有临障？你就是余圣众一类啊，哎呀，你就是诸上善人啊，所以有标准，弟子规学修，基本上临障的问题就比较不会有了，光一个弟子规就够了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在讲到弟子规，不是否定这些大藏经一切经教，不是，要不然你们也知道啊，你们在学什么？教宗华严行在弥陀啊，是华严的初住极速七入往那边才是我们学修的标准呢，对啊。可是偏偏我们遇到了众生因缘参差不齐，对不对？不等，所以佛是门中不舍一人，可是偏偏不离华严宗旨教旨，可是行在弥陀是什么？因为大宗对弥陀愿力有一种因缘向往，所以也可以这样子讲。那么另外一个讲法是什么？弥陀的什么极乐世界好比华严世界的东区啦，东区那人比较听有的精华啦，台北的东区啊，不过不是因为花枝招展，我要取其意，不要说那个现象，就最精华的地方这样子啊。可是你去到最精华的地方是为了干嘛？为了成就啊，无上道啊。成就无上道也是在华严教法里面去什么应化，所以一即一切，一切即一，那时候没有时空的差别，也意不来不去啊。所以要临障要解决，只有标本并治，所谓的治标，诸佛菩萨慈悲愿力的加持，同时治本，自己学修圣贤教育要赶快加把劲。没啊，阿通雄做者灵性的障碍底下都差不多还好，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啊，可是一旦有也不会比外面的还严重，因为这样子所以众生容易在这边得了便宜卖乖，流量条，因为在外面有保护色啊，防护罩啊，所以比较没有事情的准自己盖好啊，所以无限上纲啊，无限上纲往临障契入啊，很冤枉啊。啊，我们就费力拉，对不对？他努力冲，费力拉努力冲，哎呀，所以以后我们脚步可能要调整一下，斜弹减少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然后我那么忙干嘛？我心还没死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盲人嘛，心往约盲嘛，对啊。虽然功力不也卖心花意哎。你无用就是你心细呀，哎呀，心往还学什么？所以要做个闲者，闲没事干那个人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因为听说闲人绝非等闲人，所以我们要做个闲者。没啦，希望诸位啦，努力学修啦，提起我们内在慈悲愿力啦。等诸佛菩萨去关怀这一个族类了。二十一世纪好听是灵通的世纪啊，一线双格嘛，一体两面嘛，灵通是从好说讲嘛，另外一面叫灵障，对。那么一个易感体质要通要学习如来正法，所以我们一直以来不鼓励众生去通灵嘛。那五哥这个时代因缘这一类的因缘多，所以通道的也多，所以一旦通灵的人
我们会极力劝他修佛嘛，而且是真正的这种哦，不是那对流行的哦，赶时髦的哦，光光的哦，那些意思说迷信的修佛对临障没有解决，对啊，不能解决，要提至少要提升正信，正信才开始有一点点影响而已。你如果没有到正信，透过自力不容易，对啊。啊，所以要提起慈悲愿力啊，去关怀21世纪的哦这一个大族类啊。为什么讲大族类？加上你刚刚讲的不自知的嘛，对啊。啊，所以有人为什么没代志，可能这会有一些作用的。像讲迄天，我和小云哦，跟一个摄影师以前哦，我刚回高雄开展览的时候认识我，嘛也算是我们的某一个头号粉丝啊，对啊。他很喜欢我的画，啊，所以他对我也不错，那年长我蛮多的，啊，每次都要请我去喝咖啡啊，这一次就请我去喝咖啡啊，啊，喝咖啡我们坐在有另外一个艺术家的儿子开的咖啡厅啊，我们都认识，结果我们就方便坐在外面的那个走廊嘛，听说那是抽烟区嘛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就反正没人就坐在那边，对不对？然后没多久就一个女孩子就拿了一根烟啊，还没点啊，就说这边先生这边有人坐吗？我说没有，很想跟他说有，看到那根烟，对啊，没有没有，不能打妄语啊，对不对？没有没有，坐了，没多久又跟男的坐啊，就谈话当中，本来精神奕奕啊，啊最后要走的时候，他说什么啊？那个女士说什么啊？啊，那个我那个摄影师王宏，他说哦，抱歉抱歉，今天我拢会谈掉，那个能量作用嘛，所以现象会很像，比如水沟里面如果藏污纳垢，表示我们哈、哦，我们比喻我们灵性有一些所谓的障力的时候，污浊的水在冲，它会不会冲出不好的东西出来？脏东西会啊，清水冲它会不会？跑出来都会，对对，这个现象很像刚开始，可是清水是越冲里面越干净，污浊的水是越冲里面越污浊，可是污浊还是会被挤出来，所以没完没了的污浊，这个就是当今易感体质在这个社会的什么状态，对啊，因为一有水嘛，接受度高嘛，所以一也放很水清啊，所以不同的能量会作用嘛，对，可是福薄的地方就是这个世代 80% 的因缘都是负面的多，所以会被污浊的水冲到的几率比较高，所以没完没了。哎呀，伊的水污浊，比你原来较污浊，你变哪？伊把你本来小小的污浊冲掉，挤进大大的污浊啊！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灵障易感体质的什么窘境。在家啊，所以你得要参加这个理论啊。那我要帮助一个易感体质的人偏向临战的时候，我自己是要那个清水嘛，对啊，而且我要是力道很强那个清水，那如果我自己也是污浊的水，那你卖敢开？人本来个轻微的，遇到我变重度的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要纠葛半天，所以这个要看个案，这没办法说是一个通则。为什么？各有因缘啊，每个的来路不一样啊，有的是去哦，有的人也比较有关系啊，有的人求天路比较有因缘的啊，你要怎么敲这会，你要用普通一个问题啊，有的跟、哦、观音妈呀、啊、有的跟什么一堆啊，对不对？你看人有多少种，无量无边，诸天神诸灵界也是无量无边啊，那你就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对啊，谁跟谁的关系啊？这个人跟谁的关系是怎么样，你才能去化解啊？那当中化解的条件就是行情跟交情啊。所以咱有行情跟交情，就都遇到个案就容易解决。啊，那无咧，那无拢是啥？即文之学，理论没有用的，所以要练家子啊，哎呀、啊，所以你来看嘛，恁家有两条龙无？找背单人爱爬出来呢，啊、哦，所以那个叫力道啊，啊，没关系啦，
反正有缘就会碰到啦，没缘也不用担心啦。我们现在大家有缘，对不对？咱头前就较骨力穿的啊，然后有人在咧穿啊，那就好啊。要穿较厉啊，要穿较少安尼头变咧。所以我们要绕得轻松啊！啊，真的啊！如果你不轻松自在主宰，你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？可是，请你们要切记一件事情：不要学人家的样子，要学人家的精神内涵。对啊，我们很轻松，你们到外面还是要教起刚来，不要也很轻松。对啊，这你们懂吗？对啊，因为辈分不同啊，对不对？不要假设啦，我跟你爸爸是忘年之交，我跟大金国伯，对不对？你叫啥？张伟，对不对？我叫张伟，你姓张啊？张伟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等于嘛？那个，我老师跟我爸爸那张伟，我嘛跟张伟，你就好张啊！我跟你讲，嘿，恁爸爸就开始张啊，对啊，他本来就这样啊，所以这我是不是刚讲交情跟行情啊？对啊，那人贵知之啊，唔通无大只穷，嗯。那这样还有什么疑惑没？哎呀，要不先安尼啦，我再讲。